当人的生理处于极限的状态下，还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吗？真正的疫苗究竟有多长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单元就是来考验你的时间感。规则说明，只要答对拉长音的正确秒数，就可以获得奖金。所拉的秒数越长，相对奖金越高，而且只要超过40秒，每秒10000元哦。第一位挑战者，小公主李宣荣带的歌曲是《超快感》，请准备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，用我自己的步伐。告别所有旧的想法，别害怕不像话。你怕了吗？还怀疑吗？来。有点赶时间嘞。没有，太在意，你可以在意，已经有生命迹象，有生命迹象了。还有，医生，大夫，他醒过来了，大夫。很拉高哎，很超级哎。不要讲话啊，因为争取的是个人的奖金，所以呢，旁边不要给他有对或错的反应。现场，我知道今天妈妈陪着你来。来。完了，我完全没有输。啊了几秒？21好了。什么？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当然你可以坚持你刚刚说的，搞不好是对的。信心。我会骗哦。好啦，就21吧，反正我也没有什么概念。什么？21，把握。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把握。就21吧，21上下20秒到22秒都是正确的，恭喜你，请回头。这么久啊！可惜了，这么久，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你这如果答对了，你知道有多少钱吗？5560块钱。哇，太多了！好了，没答对。制作人松了一口气了，5560够可惜。哎呦，好不好？来，好，谢谢。加油！财政消息，各位。999朵玫瑰。带来的好听的歌曲是《十年》，陈奕迅的。对。魏婷。下一位挑战者，许仁杰带来的歌曲是《十年》。多种。十年之前，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。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，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，哎，不能拍，乖。好油哦，这么油啊！不能打拍子啊！他就刚不能动的心态，手不能打拍，脚不能打拍，头不能点啊！轮到头要点点拍子都不行啊！看你油多久啊？油看看呢？我靠，按摩油，黑妹。再油，小吴老师就来了。可能吗？还在油，油，快油到厦门去了，不要再油了。快点发抖，快给我生理人。没有，是不是跟蛙有关？没有啦。你到底游了几秒？28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游了几秒？28.5，28.5的上下，是27.5到29.5。对，确定。可怕，不得了啊！请回头。
恭喜挑战失败。你知道这个油油的真漂亮，你真的快油到厦门了。一旦被他打中，你知道有多少钱吗？9040块钱。哦，9040块钱。哎，你真会油啊！现在再来好不好？残念，残念，你再念点。好。接下来是不是人小志气高，他的气就会比较足呢？鸭子，要垫椅子吗？加油！带来的歌曲是。范玮琪，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喂。这位小笨滚鸭子，他就是可不可以不勇敢？请准备。因为你应该被打过。不是被打到这么黑的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当爱太累，梦太乱，没有答案。就算现在女人很流行释然，好像什么困境都知道该怎么办。我们可不可以不勇敢？当爱太累，梦太乱，没有答案。难道不能坦白的放声哭喊？要从心底拿走一个人，很痛很难。还好把你麦克风往上拉嘞，要不然刚这样捂着更难唱。嗯，有没有？嗯，对不起，低估了你的身高了，但是你难了几秒。我猜14.8好了。14.8，就是13.8到15.8之间，非常非常的接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。鸭子可以猜中吗？下段回来再告诉你哦。我猜14.8好了。14.8，就是13.8到15.8之间，非常非常的接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因为你是我的学。14.8，14.8。你坚持哦。请回头。我还帮他稍微算了一下，13点。哎呦，你就是 gay 搞的代言人，安公子，加星光十强是第几名啊？哎，刚好第10。第十啊？哦，最后能让你拿到第十名的歌曲是什么？不哭，不哭。这歌是谁的？林小培的。啊，是哟。所以你今天带来就这首歌喽。我唱一首跳痛一点的好了，我唱《神雕侠侣》。